主料面粉200克，辅料油、鸡蛋2个，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将鸡蛋打入碗中，搅拌均匀，加入面粉，分揉成面团。分揉成面团后，放在一边发至原来的两倍大。提前调好的蟹，将发好的面团揉成长条，切成剂子，压成薄片状，放入蟹，包成菜盒状，向电饼铛刷一层油，把包好的菜盒放入，一面煎熟后煎另一面，煎至两面都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炒蟹时可以放些自己喜欢的菜在里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